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蛋仔派对盲盒笔吗？能抽到蛋仔派对限定笔，有人竟然还在盒子里发现了一只迷你蛋仔，关上灯还能发光，据说凑齐六只就能去小卖部兑换超美的蛋仔发光书签，不灵不灵，超好看，真的太神奇了。不是吧，这张2636版的蛋仔派对盲盒笔，不但能抽到蛋仔派对限定的笔，还能抽到会发光的小蛋仔呢，能凑齐六只发光小蛋仔就能兑换蛋仔派对的书签，这种书签到了晚上竟然还能发光呢，这么好看的书签我也想要拥有。哇，这盲盒笔应该很贵吧，不可保证，我们去小卖部看看，带上我的小心情走。这小卖部老板最近在干嘛呢？走走看看去。这拍照片，等一下，这照片里都是，只能找个蛋仔派对盲盒笔啊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什么都没啊，为什么你的照片都能拍出来啊？这是咋回事吗？哎，笔不见了。竟然变出来了。老板，这太牛了吧。行行行，这个蛋仔我就带走吧。行吧去了。哇，蛋仔派对盲盒笔，伟文，你竟然买了一整盒。这一盒我只花了1块钱。不可能吧，这一只就得10块钱了。听说这里啊能抽到发光蛋仔，只能凑齐6个，咱们就能兑换蛋仔发光书签了。我的妈，咱们先来抽第一排。哇，是一只紫色的蛋仔笔啊，真的很少女性。不过这个盒子是空的，我来开第二只。这一次是粉色的笔。这个盒子里也是空的。三只。这一次是蓝色的笔，太空了。宝子们，第一排我已经抽完了，但是一个夜光蛋仔我都没找到。你的运气不行吧？还是让我来试试吧。这回我要一次抽两排。空的，还是空的。哇，一个紫色的水晶蛋仔，它的表情好萌啊！真的，我一颗烟给抽了。这个盒子也有啊，这个粉色的看起来好像果冻呀，看我一下子就找到了2个。看来这些笔里真的有隐藏宝贝啊，那我要把剩下这些全给拆了。那个宝贝们，据说10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能用这个手势同时点赞和关注，让我来试一下。怎么一个都按不了呀？难道是因为我的手长得太小了吗？宝贝们，你们可以做到吗？要是你们能做到的话，我就会给你们点个小心心哦。来吧，咱们继续寻宝，只要再找到3个，就能兑换发光时间了。奇怪了，第一排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没事，咱们还有2排呢。最后一排一定要抽到啊！这是小蛋仔，他的表情好呆萌啊！还剩下最后2个，咱们再接再厉。空的，完了，只剩最后一个。这里面该不会有2个蛋仔吧？我说的呀，真的有蛋仔，坏消息就是一个蛋仔，还差2只怎么办呀？他们真的能发光吗？要不然咱们关上灯看一看。哇，那真的能发光哎！就是关上灯之后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怎么还有2个发光的？这不是底盒子吗？原来最后2只蛋仔藏在最底下呀！要不是关上灯，我还差点没发现他们俩呢。终于凑齐6只蛋仔了！赶紧去兑换发光书签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宝子们，发光书签给你们兑换来了。可是它也没有发光呀，得关上灯才能看见它的发光效果呢。哇，真的发光了！这个书签也太好看了吧！我的天哪，你喝过这种长得像大蒜的椰子吗？有个小伙子把它给打开，喝完椰汁以后，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枚水晶椰宝。据说把这枚椰宝放进水里，清水就会变成椰汁，喝什么都是椰汁味的。不是吧，迷你小椰子里面竟然能开出水晶椰宝，而且把这种水晶椰宝放进水里，清水就会变成椰汁啊，喝什么都是有椰子味，这么神奇啊。不过椰子里想要找出椰宝应该不太容易吧，这种小椰子竟然要9.99一个，不过我的零花钱已经不多了，那我们先买5个包试试吧。宝子们，椰子给你们买回来了，跟市里的椰子一样，我买的都是这种长得像蒜头一样的小椰子。听说这种椰子很容易长出椰宝，咱们一起来看看看，能不能找到水晶椰宝吧？哇哟，里面还有椰汁的声音呢，沉甸甸的，它的外皮可坚硬了。让我先来开一个，切切切切切！妈呀，这也太难切了吧！宝子们，给贵贵我点点赞赞呀！这个9.25之力终于被我给切开了，哇，里面全是香甜的椰子水啊！不过我好像没看见有椰宝，看来得先把这椰子水给喝光，才能看见椰宝。
终于把你的椰子树都喝光了。不过我怎么没看见这里面有什么椰宝啊？明明除了椰肉什么都没有嘛。这里椰子里的椰肉也太好吃了，还有龙卷烧呢。咱们再来开第二个，开开开开开。花园，我的手都快劈断了，终于是打开了。这椰子真的是太难了，让我来把里面的椰子水给喝光。可撑死我了，这个里面目测也是没有椰宝的。现在只能寄希望在这最后三个里面了。接下来咱们用一口气把他们三个全部打开。不过在开之前，小伙伴们跟着我一起来做个小测试吧。据说学生党没办法用这个手势同时点赞和关注，你能做到吗？谁说学生党同时不能用这个手势点赞然后关注的？我偏要来试一下，别小看我们学生党。哎，果然是不能同时点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可以做到吗？赶快来试一下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椰子啦，小伙伴们记得给我点点赞赞。嗯，会不会在切什么呢？看起来好像大蒜啊！终于把这三个椰子给切出来了，我的手啊，快肿起来了！不知道这三个里面有没有水晶椰宝啊？谁敲门啊？来了来了！原来不是大蒜，这些是椰子，闻起来好香啊！我也想来尝一口。最后一个。这味道怎么这么咸啊？不过也挺好喝的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怎么有个亮晶晶的东西啊？妈呀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椰宝吧？看起来晶莹剔透的，拿出来看看。我去，好圆的一颗椰宝啊！嘿嘿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！不是不是，咱们赶紧录。没有人敲门啊？嗯，椰子汁呢？怎么都没了呀？我的天哪，你吃过这种超辣的唐僧肉吗？有个小伙子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孙悟空的金箍，放进水里泡一泡还能变大，据说有了这个金箍到了晚上就能看见孙悟空，这是真的吗？竟然还有这种超辣的唐僧肉，里面竟然还能偷到孙悟空的金箍，放进水里泡一泡还能变大，只要有了金箍到了晚上就能召唤孙悟空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对了，这种唐僧肉我好像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看到过，太神奇了，咱们赶紧买。宝子，唐僧肉给你们买来了，没想到只要1块钱一包，实在是太便宜了。这里面真的是唐僧的肉吗？对，来帮大家拆一拆看一下。掏出来，哎，这哪是什么唐僧肉啊？这明显就是大辣片嘛。闻着真香，让我来尝一口。吃起来真不错，又辣又甜。真的好好吃啊！让我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孙悟空的金箍啊！小伙伴们，记得右边小红心点起来，直接开金箍，金箍出现吧！这个袋子里面没有金箍，辣片上也没有啊！再来开两包试一试，不吃了！你们要帮我看清楚啊！这第二袋也没有，第三袋，我感觉这一袋也够呛啊！这孙悟空到底去哪了呀？这只要1块钱的唐僧肉，我看应该是没有金箍。让我来试一找找，来一次性拆个4包，我吃！金箍，金箍快出现！没有，金箍在哪儿呢？哎，也没有啊！嘿，出来吧，这个里面也没有，拆的我都没信心了，还是没有。这金箍也太难找了吧！别着急，咱们还有这么多袋呢，速战速决，一口气来拆4包。第1包4，没有啊！第2包，来看看有没有，也没有。第3包，还是没有。第4包啊，这包也是空的。我也没有找到孙悟空的金箍。哎，这一片怎么有点厚啊？说不定里面就有哎，赶紧来打开看看，这里还有凸起的小疙瘩呢，里面肯定藏好东西，赶紧试看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妈妈刚才是我的幻觉，这袋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，我都不想找了，我怎么赶紧给我点点小红心呢？这口气把现在这些全拆掉吧，要是真的找不到那就算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找到了！姑父姑父有些人，你们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金箍也太灵验了吧！好秘密一只啊，还是纯金的呢！上面的花纹也太精细了！看了这么多辣片，终于被你找到了！赶紧来把它放进水里泡泡，看能不能变成大金箍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给它来点水。啊！我去，真的变大了！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这只大金箍长得跟小金箍一模一样，只是比它大了一圈而已。有了孙悟空，我稳定孙悟空变成孙悟空了。
好香的辣条味，少了个桂桂在偷吃什么好吃的呀？这不是唐僧肉吗？哇，这也太多了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好像是金箍呀，这么小能戴在头上吗？让我来试一下。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不行，我得去照个镜子。奇怪了，这不是孙悟空的装扮吗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呀？这什么情况呀？你看见了没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那个不是孙悟空吗？我的天哪，你吃过这种软乎乎的爆浆汽水糖吗？打开来，一股香喷喷的汽水味。有个小伙子在可乐糖里发现了一枚黑色的爱心戒指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可把它放进热水里泡一下，它就会瞬间变色，还能变换出不同的颜色。据说带上它去小卖部，老板就会请你喝比人还大的可乐，这也太神奇了。这可乐糖我以前经常吃，里面还能长出变色钻戒，看在水里泡一泡马上就能变色，然后带上它去小卖部，老板就会请我们喝巨型可乐。还有这种好事？不是，这种可乐软糖上哪去买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咱们学校门口就有卖，那马上去看看。好的，视频同款可乐糖给你们找回来了，这次咱们买的还是三种口味的呢，有可乐味的，还有雪碧芬达味的呢，赶紧让我来浅尝一个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可乐味的了，先来尝一口可乐味的吧。咦，这里面的软糖怎么是棕色的呀？看起来有点一言难尽啊，不过捏起来还是非常软的哦。再来配一瓶芬达味的，嘿，这里面的颜色就好看多了嘛，闻起来好像还是橘色口味的哦。最后一个就是雪碧味的了，继续嘿，果然和雪碧的味道一模一样哎。先来尝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它可以让死，它是夹心的呢，都是没看见里面有变色戒指啊，咱们呀还是得再找找。宝子们给棍棍我点点扣子，咱们把这些糖全都给拆开。嘿嘻，这个里面没有，闻上，咱们再继续，这一颗里面也没有，再来个绿色的，嘿嘿嘿，哇，这钻戒竟然还是一颗绿色的钻石呢，这一颗钻石看起来不小啊。宝子们，你们觉得它能值多少钱？变色钻戒被我找到了，你确定了这是变色钻戒吗？要不然你们把它放热水里泡一下。准备好热水。嗯，这颜色怎么没变啊？它是绿色的。看来你找到的不是变色戒指，那变色戒指得是什么样的呀？还是让我来照给你看吧。我切开，哇，是一枚粉色戒指。再来开个变色戒指出现吧，是一枚蓝色戒指。这个颜色看起来也挺美的。我竟然找到了 CP 戒指，赶紧把它们放进热水里泡一泡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哎，怎么还是原来的颜色呀？看来它俩也不是变色戒指，连空了三个都是普通的戒指。干脆咱们把这一桶全拆光算了。小伙伴们点点关注加赞的，我们一口气把这一桶全拆掉。哎，我又发现了一枚戒指，不过这枚一看就是不会变色的，还是继续找吧。我的盆都快对不下了，这变色戒指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这一颗摸起来怎么有点沉甸甸的？赶紧来打开看一下。嘿，一颗好大的钻戒，而且这颗钻戒是黑色的，感觉像是一颗可以变色的戒指。那我赶紧来试一下。现在它还是黑的，小伙伴们跟哥哥我一起来见证奇迹吧！看一下，啊，变成蓝色的了，它的蓝怎么越来越浅了？已经变成绿色了。不对，它开始变红了，又变成紫色了，现在又变回深蓝色了。这戒指也太神奇了吧！只要碰一下热水，就会不停的变色。不过这视频里怎么是爱心型的戒指啊？我们抽到的怎么是椭圆形的？不过没关系，这枚戒指看起来也特别精致。走走，咱们赶紧去小卖部找老板，他就会请我们喝巨型可乐。这么多软糖，你们跟小鹿也太浪费了吧！这么多软糖都不吃，让我来帮他们解决一下。这是什么？爱心？还是黑色的？原来是一枚戒指呀！黑漆漆的，真难看，把它还是丢了吧。我的天哪，你在狗狗的窝里捡到过这种胖乎乎的小柴犬吗？捏起来软绵绵的，超级解压。有个小伙子把它给剪开，竟然找到了一只魔法水晶胶囊，里面还有奇怪的流体，轻轻旋转一下就会变成爱心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不是吧，小狗的窝里竟然能捡到这种软绵绵的柴犬，把小柴犬剪开还能找到魔法胶囊，这魔法胶囊里还有神秘的液体，可能扭转一下就能变成一个小爱心啊。等一下，我看这只小狗怎么有点眼熟啊，这不就是小饼？走走走，赶紧去看看。小饼在那里晒太阳呢，
视频里的狗狗果然长得跟他很像。走走，到那边去看看去。小饼，小饼，你有没有藏着小柴犬啊？我已经看见小柴犬了，在这里，一共有六只。你竟然偷偷藏了这么多小柴犬！赶紧来看看这些小柴犬里有没有魔法胶囊吧。让我先来捡一只。哇塞，这个柴犬捏起来好软啊！这个手感也太奶滋了吧！看你笑得这么开心，直接捡起了小脑袋，一下子它就泄气了。咦，好多奶油啊！这里面我已经挤光了，也没有发现魔法胶囊啊。这魔法胶囊哪有这么好抓？让我来找找看。软乎乎的小柴犬还可以拉超长，一剪刀剪开一无极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粉色啊！小伙伴们，我竟然找到了一枚粉色的胶囊啊！先让我去把它给洗干净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快看，这胶囊里还有一只小兔兔呢，里面还有一团像果冻一样的液体。对了，听说旋转一下还会变成一个爱心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哦，真的变成一个爱心啊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看看，我找到了一颗粉色的，我也好想抽到啊。那你就再试试看吧。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给小鹿我点点赞赞及波波气啊，这次咱们从他的屁屁开始，奶油一下子就喷出来了。我急，哇，我看见了，好像是大熊猫耶，咱们赶紧把它给清理干净。老子们，那个大熊猫看起来也太呆萌了吧，而且这里面还有珍珠和爱心呢，让我来扭动一下试试看，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小爱心哦。你不喜欢这个黑白相间的颜色吗？虽然这个大熊猫也不错，但是人家想抽到我的幸运黄色。让我来看看我的这两只小柴犬里还有没有其他颜色的。这两只小柴犬都好疼呀，先抽哪一只呢？那就右边的这只吧。转开你的小屁屁，咦，好像拉粑粑了一样，拉拉开，把里面的全挤出来。啊，不是吧，这里面没有啊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只呢，来看看这只里面有没有吧。不接急，妈呀，刚才一下子就飞出去了，原来是只绿色的小青蛙呀，这个颜色好清爽呀。不过这小青蛙的眼睛也太小了吧，看起来软萌软萌的。哦，那你们觉得是绿色的爱心好看还是粉色的爱心好看呢？小弟粉已经被我抽到了，我还剩最后一只呢，一定要抽到黄色胶囊。你们说我的这只柴犬里面能抽到黄色胶囊吗？赶紧剪开来看看吧。我急，哇，好像真的是黄色的，让我去清理一下。黄色的胶囊里面是一只超级可爱的小熊，哎，它怎么没有正脸啊？站过来给大家瞧清楚。奇怪的是，它太害羞了，都是把脸伸不过来啊。不过这里的装饰物还是挺美的，扭一扭，瞬间变成一颗黄色爱心啊！你们觉得是这个黑色的好看，还是这个黄色的更好看呢？小朋友们，这四种颜色，你们最喜欢哪种呢？我的天哪，你在家里发现过这种奇怪的奶酪吗？捏一捏就会冒出小老鼠，有个小伙子把小老鼠剪开，在里面发现了一只黄金鼠，没想到黄金鼠的滚轮还能转动，每转动一下就会掉出一枚水晶鼠，据说这种水晶鼠到了晚上还会发光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家里的小路里还能找到这种奶酪芝士啊，一捏还能发现里面有只小老鼠，剪开以后还能发现黄金老鼠啊，最主要的是这个黄金老鼠还能转动啊，早上能跑起来都能掉出水晶小老鼠啊，这水晶小老鼠到了晚上还会发光啊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那咱们赶紧在家找一找有没有这种奶酪芝士吧。等等，让我来找一找。后面有一个，拿出来，石像的嘴下面还有一个呢，不，还是一只白老鼠。哎，这里面有一个，又发现了一个，在鬼叫片片的后面，在鬼叫的外面有。哎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找到了五只，那咱们赶紧把它们剪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黄金老鼠吧。先来剪开这两只小老鼠，一只是白色的，一只是灰色的，看你笑得多开心呀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哦。黄金老鼠快出现吧。这里面怎么是空的呀？那咱们就只能剪开这只白老鼠看看了，因为身体是白色的，它的白色牙齿我都看不清了。这次直接剪你的脑袋，伸手掏一掏，完蛋了，这只也是空的呀，一下子浪费了两个芝士奶酪。我没找到黄金老鼠，让我来看看我的这三只里面有没有吧。这三块芝士先剪哪一块呢？要不然就先剪最右边的吧，来看看是什么颜色的老鼠。竟然是棕色的，我剪立刻就漏劲儿了，让我来扒拉开看一看。啊，里面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再来捡一只白色的看看。剪开，这只也是空的。你俩原来是空心鼠呀，这两只里面也没有，现在只剩一只小黑鼠了。那这最后一只小黑鼠还是交给我吧。小伙伴们一定要给小鹿我点点赞赞来波恶气加持呀。我点摸一摸，拉进去了，这最后一只也是空的，我连黄金老鼠的影子也没有发现。幸好这么多次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。那我里面该不是翻车了吧，居然一只都没有啊。奇怪了，难道视频是假的吗？这怎么有个绿色的芝士啊？难道这是个发霉过期的芝士？这里面好像不是老鼠。竟然是小兔
捡过来看看。看着外面的金老鼠，他们终于找到了，竟然在过期发霉的知识里找到了老鼠了。这老鼠到底能不能转动啊？还是试一下吧。咦，小伙伴们，这个好像真的能转，让我来用力转一下试试。转！哎，真的掉出来了一只四只小老鼠！不对吧？它明明是只小兔子呀！妈呀，好像真的是小兔子啊！再来转一下，又掉出来了一只。继续转，真的是转一下就掉出来一只。终于掉不出来兔子了。够了够了，别转了，咱们都已经掉出来几十只了，听说这些小兔子到晚上会发光，等天黑咱们再来看看吧。兔子们，现在已经到晚上了，赶紧关上灯来看看小兔子会不会发光吧。哇塞，这只小兔子真的能发光啊，一下子从透明的兔子变成绿色的兔子了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不过你看看，还有两只特别亮的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这些小兔子吗？我的天哪，你吃过这种软乎乎的油条玉米包子吗？捏起来弹弹的超解压。有个小伙子把这种油条剪开，竟然发现里面有一个迷你烤面包机，小小的特别精致，据说到了午夜12点它就会自动烤出香喷喷的面包，只要吃上一小块就可以十天都不饿，真的太神奇了。不是吧，竟然有这种软绵绵的油条包子可以粘。我怎么就从来没吃过这种早餐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吃过吗？最主要的是这种软绵绵的早餐里竟然能抽到烤面包机。到午夜12点，这种迷你烤面包机就能烤出香喷喷的面包，只要吃上一块小小的迷你面包就能十天都不饿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小伙伴们别着急，先让顾客我去小卖部帮你们一探究竟，看一下有没有这种软绵绵的早餐。天哪，包子们，他真的我在小卖部找到了这种软绵绵的早餐，有玉米、包子，还有这么多油条，每样才只有2块钱。不过人家根本不是什么早餐，而是一种解压捏捏乐，捏起来超级软，特别解压。这个包子简直就像嫩豆腐一样，太好玩了。对了，咱们得赶紧来找一下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迷你面包机啊？那咱们就先从这些小油条下手吧。我捡，挤出来，这是啥呀？看起来是个小盒子。里面的以后竟然是一个苹果，这里上面还标了价值10块钱呢。打开来说说，哇，这苹果也太小了吧！不过红扑扑的，超可爱。再来一个薯条，我煎，奶油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咦，妈耶，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奶油，让我来找一找。这奶油里面什么都没啊！找了半天，只找到了一个红扑扑的小苹果。咱们还是来看一下这香喷喷的大包子里面什么吧。这大包子香的我都馋了，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馅的，捏起来超级的软，像气球一样。咱赶紧来剪开看看。剪！哇哦，这里面竟然是像冰沙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把里面的冰沙全挤出来。挤！这是什么呀？堵住了。又是一个小盒子。这次小盒子里竟然是那个梨子。为啥这梨子的屁股长得这么尖呀？感觉瞬间就能炸死人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大包子呢，来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。剪出来吧。红色的，这是里面是草莓。这可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啊！有没有小伙伴们和各位我一样喜欢吃草莓的？点个赞赞，让我看到你们！小伙伴们，我都已经抽到3盒水果了，可是还是连面包机的影子都没见到。该不会是最后两个油条和玉米里吧？咱们一起来找一找，剪开这根油条，我挤，里面没了，这一坨奶油里也不像有东西的样子。看来这油条是浪费了。没事，咱还剩最后一个玉米呢。宝子们继续点赞赞，我相信啊，这根玉米里一定能找到宝物的。我剪。口香口香，快出来吧。这是又是水果，这一次是青苹果，一看就特别酸，我才不要吃呢。这还没挤完呢，我们再继续找找。这是，我去，面包烤箱被我找到了，这种太迷你了吧，还没我的掌心大呢，看起来好精致呀。还有排气孔呢，别急，先让我去帮他清理一下。清理完毕了，打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哇，竟然是双层烤箱啊，和我家的大烤箱一模一样，看着就很黑科技啊。听说它到晚上12点的时候会自动烤出迷你面包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不过刚才清理的时候里面进了一点水，那新放的是里晾干，等到晚上12点的时候看一看。好香的面包味啊，这大半夜的谁在烤面包呀？你去看看。没有人在烤面包呀，这个香味是从哪散发出来的呀？好像是这个，居然是个超迷你的面包机，这里面还有面包呢，这个香味也太香了吧，我们把它打开看看。
这个面包闻起来也太美味了，尝一个试一下吧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，是不是感觉有点胀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我的肚子怎么突然这么疼啊？不行，我得去一下厕所。我的天哪！有个小伙子出门的时候，竟然在门口捡到了三颗超大精灵球，打开来还发现了一枚水晶精灵球项链，没想到里面还藏了一枚黄金皮卡丘，闪闪发光的，真的太神奇了。竟然还能捡到精灵球，这么多人竟然还能抽到限定钻石球，还有钻石球，还有黄金皮卡丘，这是水晶灵球上哪去买呢？谁呀？哇，竟然是精灵球啊！我刚还在电脑呢，竟然就有人给我们送过来了，还和圣女一样是三个不同颜色的呢。那我要现在拆我最喜欢的金黄色，你们说这个金黄色里面是不是能抽到皮卡丘呀？赶紧取出里面的精灵球，我开，来把里面的精灵球给拿出来。哇塞，这里头还有一块像沙滩一样的卡片呢，咱先把这个场景给搭建起来，赶紧打开这个精灵球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哇，里面竟然有一堆场景碎片哎，这里还有个超级大的皮卡丘呢，原来它是一个伞啊，咱们赶紧把它搭建起来看看吧。插上伞柄，接着安放在场景板上，再把这个超可爱的皮卡丘放在这个泳圈上。剩下的这袋里面就是一些小零件了，有黄色和粉色的椰子水，还有两个一蓝一紫的小贝壳。这副墨镜应该是戴在皮卡丘的脸上的吧？噔噔，现在我的皮卡丘可以在沙滩上愉快的玩耍啦！哇，这场景咱都已经拼完了，怎么也没看见钻石精灵球的影子呢？说明钻石精灵球就在这两个里面呢。接下来我要来拆这颗橘色的，嘿，宝贝精灵球出来啦！让我来看看这一只球里有没有钻石精灵球。嘿，这里面是一只小火龙，这里还有一些场景碎片，里面没有钻石精灵球，也没有黄金皮卡丘。那咱们来把这个场景给搭建起来吧，先把背景板给拼起来，把小灯笼给卡上去，看它能转呢，再卡上像月饼一样的月亮，我卡这个月亮还能亮呢。来一盘小月饼放在这里，再来点小甜品放在这里，再把小火龙放上去，把工搞成喽。这两个精灵球咱们都已经看完了，连钻石球的影子也没有见到，难道是在最后一个里面？赶紧打开瞧瞧吧。开启水珠球，这次的声音晃起来怎么不一样啊？拜托拜托，这次一定得让我抽到啊。钻石精灵球，这也太少了吧，好漂亮啊，这么多钻石感觉肯定冲着去。赶紧打开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黄金皮卡丘。嘿奇，哇，真的有黄金皮卡丘啊，它腮红红红的感觉太可爱了，整个身体上全是钻石啊，这脸都能够闪瞎宝了吧，真的闪瞎我的眼睛啊。对，咱们还有最后一个场景呢，赶紧麻溜的把它们给搭起来，先把小衣服放在雪橇上，给了一滴雪，还有一个雪玉兔，最后又装上一个雪人皮卡丘，这长得也太可爱了。场景搭建好了，同学们，你们觉得这三个场景哪个场景最好看呢？我的天哪，你玩过这种冰冻草莓捏捏乐吗？捏起来炒鸡冰爽，有人把它给剪开，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枚水晶漂浮草莓，里面还有水晶漂浮颗粒，真的太神奇了。竟然还有这种冰冻草莓捏捏乐，我玩过这么多次捏捏乐，还没玩过这种手感的呢。剪开以后，里面竟然有水晶漂浮草莓，漂浮草莓里面的小颗粒到底是什么呀？要不然我们也买回来试试。走走，咱们去小卖部看看。宝子们，冰冻草莓给你们买回来了，这些草莓也太像冰块了吧，摸起来果然冰冰凉凉的，不过它们也太贵了，一只竟然就要18块钱，可是里面说不定就能抽到水晶漂浮草莓。那我们现在剪开一颗看看吧。你们玩过这种冰冻草莓捏捏乐吗？记得长按大拇指点赞关注加评论，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剪哦。天，让我来看看里面都是啥。全是一颗一颗的小红豆豆啊，把它们全倒出来。妈耶，竟然有这么多，这么浅的各种颜色的都有，但除了这些小肚子啊，我咋就没发现其他东西啊？原来这冰块草莓里面竟然没有冰，也没有漂浮草莓。那我再来检查检查。小鹿，我冬天啊最爱吃的就是草莓了，咱们直接把它的小叶子给剪下来。哇，一下子就泄气了呢。哇，里面的红豆豆止不住的往外喷发呢，我已经失去耐心了，来找找里面有没有。哇，这么粉的东西是什么呀？咱给它拯救出来，是一个超可爱的小熊哎。不是说里面是个草莓吗？怎么是只小熊啊？哇，这个小熊颜值实在是太高了，里面还悬浮着超粉的小熊呢。看，我找到一个粉熊哎。哇，这个小粉熊也太可爱了，小伙伴们跟着哥哥我再来找一找吧。剪开你的小屁股，出来吧小草莓。这都已经挤光了。没有，这个草莓太棒了。
我已经连续找了两个都没找着了。你可别再浪费草莓了，还是来看我的吧。你们说这两只里面会不会都有草莓啊？咱们先来剪开它来瞅一瞅。草莓草莓出来吧。这里面都已经空了，也没看见它的影子。看来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呀。再来剪个小口，让我来助它一臂之力。对哦，这第一个东西又被我给找到了。这次难道还是小熊吗？还是个小兔子。这只小兔子也好可爱啊。你们说它俩会不会是CP啊？看起来怎么这么像呢？你都连续抽到两只了，我到现在一只都没抽到呢。还是最后一只草莓，看你的运气啦！小伙伴们，分别点赞，看最后一只草莓给你什么的。小伙伴们，点点赞赞，赐予我一点力量吧！天，先把里面的豆子全给挤出来。咦，我挤不动了，把它拉出来。这里面是有水吗？咦。我的小颗粒该不会就是这些小珠子吧？不过它们是怎么放进去的呀？请问你们羡不羡慕啊？不好意思，少量草莓被我抓到了。